其实我可能看了个装装。看不到的。心痛的声音。心痛。这个声音就是中国好声音。不过还好，不过长得强，长得快，几天就好了。这达到你的效果就好了。给我一周，给我一周的时间。一周的时间就长出来了吗？有点空是吧？对，它干了。然后这个妆太长了，然后你这个头发它老是要贴在上面。这个后面脖子这个汗毛刮这么长，你脖子上都长头发了。怪不得你刮那么多汗毛都这么多。我身上的毛也很多。他给你剃白白。哇。现在皮肤都是很好的，就被这些汗毛给遮住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些汗毛，所以它不把我这晒不黑，多吃一点。哇、哦，还有这种。干干净净的，照照镜子。来，自己说说。大概颜色看着好舒服。好可爱啊，感觉。你看你头发好厚啊！你把你念那个剃掉了，撩起来我看看。后面。后面。你把刘海撩起来，全部头发全部撩上去。两个就不用了，这样子把后面撩上去，然后撩几次。是不是摸了好扎实？头甩一下，它就顺了。OK。那应该就跟这个样子，感觉他戴了个假发。因为你头发有点自然卷，然后突然夹直了，好像还不习惯。